各位校友们好，我是纪黎年，陆军官校38期同学。个人非常荣幸，在去年12月1日来接任中华民国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担任理事长。个人是空军子弟，住过台中、清水、台南市。陆军官校毕业之后参加海军，长期在陆战队服务。服务期间有机会担任过陆战队宪兵272连第一排少尉排长，在陆战队蛙人部队2期珍珠部队服役期间，部队还兼任政战特遣队，担任过陆战队司令之后，有机会担任联勤司令。猎人及岳父都曾经在警备总部服务，也因此个人有机会和国军主要的单位陆海空军联勤警备宪兵及政战都有深厚的关系，今后当竭尽所能为各军事院校做最大的服务，谢谢大家。